我叫黄明志，2002年去了台湾留学，因为成绩不好，所以一个大众传播系被我读了6年。感谢编辑。2008年，我终于拿到毕业证书，准备回到我的祖国。我想用一个月的时间，从香港用陆路交通的方式回到马来西亚，在路程中。找寻在各地生活的马来西亚人，把他们的祝福用纪录片的方式带回马来西亚，并在8月30号当天抵达吉隆坡，参加国庆倒数。我知道这趟旅程不好走，需要强大的体力和耐力来支配，所以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进行了密集的体能训练，顺便减肥一下，想说上镜头比较帅一点。我知道我一个人的力量办不到，所以我找了我3个朋友，特地从马来西亚飞过来帮我。他叫德才，是我从小玩到大的老朋友。为了陪我走这趟冒险的旅程，他辞职了。他叫 Mr. Bean， 常年来一直都有陪我到处旅行。这次为了我，他也把他好不容易上了轨道的台湾食品批发的生意暂停营业了一个月。树叶和花瓣都在为我鼓掌。7月31号那天，带着很复杂的心情离开我住了6年的台湾。我的方向翻山越岭，准备我告诉自己，黄明志，冲啊！我从台湾飞到香港，跟阿斌、德才还有摄影师维刚会合。因为怕他们不会打扮，会影响纪录片的美感，所以我把自己设计的制服分给大家。就在他们穿上制服的那一刻，这场未知的旅行就这样默默地展开了。香港是亚洲第三大都市，这里的生活很繁忙，这里的人走路也特别快，都不知道他们要赶去哪里。在香港市区迷路了一阵子，寻寻觅觅，我们在华胥道找到了第一个马来西亚人。我现在在香港这边工作快1年了，想象应该香港大家都觉得很不错嘛，对不对？结果到这边是还蛮辛苦的，可能薪水还不错咯，应该会比马来西亚高啊。当然会想要马来西亚，在这边差不多3个月4个月才回去一次啊。采访结束后，我们就立刻离开繁华的香港，搭船前往赌城澳门。缺人手咯，想尝试来外国体验不同的生活。这个就是澳门技术的蛋挞，加热蛋挞。来，看好不好？普通啊。第一次离家这么远，其实真的还是蛮想家的，蛮想家里的人的咯。澳门真的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但是他们靠赌起家。
相信一定有很多隐藏的社会问题，所以付出的社会成本代价也相对提高很多。我们的旅程一开始都进展得非常顺利，一直到离开澳门进入中国珠海的时候，却发生了这次旅途上第一个大灾难。官员把我们的摄影机扣留在海关，只让我们带小的摄影机过关。经过了7个小时的煎熬，又累又饿的我们终于狼狈地进入了珠海。我们进到中国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拿回我们的摄影机，于是我们想到了用抽签的方式。我们这里有10个人，包括摄影师，谁都不想半途离开。都在我手上有3张留，1张去。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抽到签王的人，除了要回到澳门拿回摄影机以外，还要飞回去马来西亚重新办理进入中国的 visa， 然后再从吉隆坡搭飞机到广州跟其他3个人会合。所以如果谁抽到签王，那个人真的是衰到。首先我现在帮摄影师来揭开谜底，谜底揭晓。哦，是刘、哦、如果我有走的话，这部戏就没有主角。想自己看。Yes！ 为了公平起见，也揭晓我的，是刘。刘啊！看到阿斌抽到，我心里很矛盾，我为他难过。但是又想到幸好不是我抽到。还没来得及休息，阿斌就已经收拾行李动身离开中国，去完成这个伟大的使命。离开的时候我们真的心里很难过。第二天我们也离开珠海，前往广州旁边的一个城市佛山。是我单独一个回来，面对的压力很大，要面对主要3个挑战。因为我第一个是那个中国的 visa， 我不懂在1天内2天内可以申请到吗？第二个是机票问题，因为机票要赶着买，我过1两天我就要飞回广州。第三个最严重了，就是我的主要任务就带这个回来，我怕到时候又不可以过去，我不能想办。在佛山的2天里面，我们没有去玩，心里一直在担心阿斌，担心摄影机，担心他搭飞机到广州的时候可能又过不了关。阿斌一到了吉隆坡，也很战战兢兢的在处理所有买机票和办理 visa 的事情，因为如果行程一被拖延，我们的计划很可能会被打坏。经过了3天的苦等，终于到了会合的日子。我们带着期待的心情搭巴士到广州白云机场去接阿斌还有摄影机。你呢？这机在哪里？在前面那，去问那。那边。在那里。好、哦，是那边吗？啊、哦，看到了吗？阿斌，好、哦，那斌，阿斌，斌，这边。终于，我们终于汇合在一起了。我们拿到摄影机的那一刻，就好像意大利拿到世界杯冠军一样，很感动啊！浪费了3天的时间，我们第二天一早就去了广州暨南大学，继续我们的采访工作。听说这所大学里面有很多马来西亚人，只不过当天有小型的台风侵袭。欢迎来到广州暨南大学，我是云传。International World, Welcome to 暨南。我今年23岁，是马来西亚的槟人，来这里已经有3年了。其实我是国中生，我读完 Form 6之后，因为我觉得 Local U 给不到我想要读的科系，所以我还是选择来这里读我的兴趣方面专业在的大众传播国际新闻这一方面。同时我也是暨南大学的形象之星，也就是形象大使。然后我很荣幸我能成为第一个槟城
洲的奥运会女主持人、女主播。一个人来到异乡留学的日子其实也是蛮辛苦的，说真的，因为真的不容易，而且还是一个女孩子，但是我是一个坚强的女孩子，所以对我来说这一切也都是新鲜的，也都是一个挑战。运船很亲切很可爱，还带我们四个人去吃一家马来西亚人开的肉骨茶店。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肉骨茶了，所以吃到很饱，而且老板最后也没有收我们的钱，赚到了咯。跟运船道别后，我们上了另一个马来西亚人的车。我叫施杰胜，34岁，来自蹦吉隆坡，我是做拖把的，2000年过来，待到现在8年了。我本身是念中文的教育背景的关系啦，觉得马来西亚的工作环境的话，我不是说很可以接受。Jackson 带我们到他的工厂去参观，我真的很佩服他的勇气。一个人漂洋过海，在外国创业成家，他真的是马来西亚不累。我的国籍还是马来西亚护照的嘛，毕竟马来西亚是我国家，老了就是要落叶归根，就要回去了。跟 Jackson 道别后的隔天早上，我们很匆忙地搭火车离开了广州，前往下一站昆明。从地图上来看，最快的方式应该是从中国的云南省南下，经过辽国、泰国，然后直达马来西亚。但是后来才发现，这条路线好像不是最快的。可是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我们花了20多个小时在火车上，吃东西、发呆、睡觉、喝酒。又是一个细雨绵绵的早晨，我们抵达了昆明。昆明是一个旅游胜地。但是我们都没有去任何景点玩，因为我们还要赶路前往辽国。离开昆明前，我们还要喝一杯吧。摄影师，从昆明出发到辽国边境，必须要转2趟车。这是我们第一台要搭的有床的巴士，我还是第一次看过，看来路途应该很遥远。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England. We are Commonwealth. 我们对辽国一无所知，在巴士上刚好遇到了一个跟我们一样要去辽国旅行的英国人，他把他的旅游指南拿出来，我们就这样变成了朋友。这条通往辽国的路很难走，经过很多危险的地段，经常发生严重的车祸。果然，这次被我们遇到了，几百辆车被堵在荒郊野外的路上，动弹不得。原来前面几百米的隧道里面发生了严重的连环车祸。现在堵了5个小时，5个小时就这么5个小时就这样过了，打乱我们的行程，真的很怕，怎么办？现在已经半夜4点多了。到了7个小时，我们已经开始焦躁不安了，阿斌也开始有了一些状况。第8个小时后，前面终于通车了。堵塞的车辆全部打开车灯，马路恢复了光明一片，我们继续上路。本来只有10个小时的路程，结果我们走了18个小时，最后还是到了距离边境只有60公里的地方。我们还要转多一趟车才能够到达中辽边境。为什么要卖晕车药？对对对，这样是吓我。没有，有些人他会晕车。放在这里吓我。没有，他不吓到你的。我吓到了，已经吓到了。莫汗，边境。Let's go。